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九零老师，等一下，爸爸，那爸爸来了，等一下，哇，哇，爸爸，啊啊，天啊，同事，哦，我死了。有，你有，你明明就有，明明就有。突然觉得好像好，都这样啊！等一下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你要活下去不可以？爸爸刚刚说看到兔姐老师画火锅，我是不是可以准备去死了？哎，不要去死！等一下，你们母女俩怎么回事啊？活着不是比较美好吗？不要死！活着不是，你的会这样那样。没关系，我刚刚跟那个跟爸爸也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想法，只是没有说出来。我的爸爸，他说这是遗传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这样子讲好像通了。哎，紧张是会遗传的。紧张对，然后跟可以死掉了是一种遗传。为什么连讲话方式都一样？太奇怪。不愧是母女俩，真的。